妈妈，妈妈，怎么会有两个奶茶？妈妈，我才是真的奶茶。妈妈，我才是真的奶茶。看看我，肯定有一个是假的，一个汉堡，一个鸡排。妈妈平时喜欢吃哪个？让那个傻瓜先。妈妈最喜欢吃汉堡了。对呀对呀，妈妈最喜欢吃汉堡了。咦呀，都说对了。奶茶，你最爱吃的罐头。哎，你怎么不吃？这是你最爱吃的呀。奶茶最喜欢帮我捡玩具。妈妈，给你玩具。你怎么不去捡玩具啊？我的钱包。妈妈，你的钱包。奶茶，你才是妈妈的好宝贝。说，你是谁？妈妈，我真的是奶茶。奶茶根本不喜欢吃罐头，奶茶没有我的指令是不会乱跑的。居然猜到我是假的，我们走个球。我是真的奶茶，他是假的。事情是这样的。妈，我回来了。奶茶回来了，快去做作业吧。我回来了。我知道你回。我是真的奶茶，他是假的。那我问两个问题，谁回答的对，谁就是真的奶茶。好，你快问。第一个问题，扣扣姐姐的生日是哪一天？2017年1月1号。好，红奶茶答对了。第二题，扣扣姐姐一天掉多少根毛？13140根。嗯，掉这么多吗？最后一道题，180×240等于多少？等于43200。很好，你都答对了，所以我就说我是真的奶茶。所以你不是奶茶，没有这个脑子。你们居然骗我。说你是谁。居然猜到我是假的。我们走着瞧。